主料，对虾300克，辅料，油，白糖，辣椒油，盐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降下洗净备用，锅内放油烧热，把虾放入锅内翻炒，并加入适量的白糖翻炒，放入适量盐和辣椒油翻炒，待虾变成红色后翻炒2分钟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喜欢姜的味道可以放入点姜丝会更好，我家不喜欢吃姜所以没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